浑身酸痛，原来是长个子。假的。把饵料挂上啊。这不是炒虾吧，飞哥？帮你拿快递，顺便买的。哼。放的时候记得用石头压住，别被冲走了。欧了欧了。哎。肚子饿不？有点。表哥带你吃亮货。好嘞。飞哥，咱们来比赛。你要是用石头砸中那个瓶子，今晚大排量随便点。你说的哦。嘿嘿嘿，我来。中。把你家房梁上的辣也拿出来，赶紧回家吃饭。早知道回家吃。哇塞，好肥呀、啊！再给你看，我要给他抬抬。我这台挂挂机也发货了，左下角可是极速链接，连个手机、平板，轻轻松松，还有999，别忘了。好。辣子鸭来喽！小哥，你还别说，飞哥这辣鸭还真好。飞哥留的好货，能不好吃吗？这辣鸭我是准备过几天送给小姨的，我自己都没舍得吃。哎呀，不就是鸭吗？明天抓到沈哥一，给小姨送两个。你说的，我说的。